贴心 ，Thank you， very sweet。你哋好，各位香港嘅媒體朋友。等一下，攞曬未？用廣東話問你㗎。要不要挑戰一下全程廣東話？要不要甜一點？挑戰全程廣東話。要不要？我可以講廣東話，但係你哋要。國語嘛，就要講國語問。可能有時候唔識嘢啊。嚟啦！好，嚟啦！好。夠唔夠喉係咩意思？滿不滿足？咩不滿足嗎？其實每一場完咗之後咧，我都覺得好攰，係真㗎，係因為嗰啲歌好高難度，係咪？高難度。同埋有新歌，嗰個歌名係好長嘅。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卻執拗愛著你的人。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卻執拗愛著你的人。呢個新歌係好唔係好，不是很容易唱的。所以其實每一場唱完下來呢，都覺得蠻累的，好似嗰個喉嚨呢，喉嚨做了一個很 strong 的 weight training， 好攰。但係我真係希望可以唱俾更加多嘅香港朋友聽，真係，我好希望有機會。不是，因為我不想主辦單位賠錢，怎麼講？罰錢。我不想他們罰錢，但是他跟我說可以開場，我蛤？蛤？好啊，所以很謝謝主辦單位，謝謝 Lisa。谢谢大家，这个真的是满足所有的歌迷，好希望所有的歌迷可以觉得好开心。那觉得粉丝的表现如何呢？他们的热情？佢哋系好正嘅 ，MM7。正。正，好正嘅，我嘅歌迷系好正嘅，香港嘅歌迷系好正嘅，好大声系咪？欢呼声好大。哇！怎么形容啊？真的，对，真的是耳朵听不到这个音乐的，好正。你咪话想夏天双城每一年都来？系啊，因为其实第一日我话红馆嘅冷气好强，我有啲唔想紅館啊誤會，怎麼講？誤會我係嫌棄，就是怎麼講？嫌棄，我唔係，係唔係？其實我反正我就有一個靈感，覺得這個紅館嘅冷氣係好強，所以呢，這個很適合夏天的時候來開演唱會，應該會很舒服。所以我就跟大家說了，我覺得有機會的話。就是夏天，如果每年夏天都可以来，香港唱，来红馆开演唱会的话，我觉得歌迷一定会很舒服，对不对？因为夏天可以，他们坐在红馆里面，冷气好强，耶、yeah ！但是你爸爸红馆会开更冷的冷气，应该唔会嘅，因为第二天就一定好舒服啦。那你是 promise 吗？答应吗？哦，我不是 promise， 我是。希望，係啊。如果我 promise， 可能主辦單位會有壓力嘅，但係我希望，係咪？希望。如果歌迷很熱烈要求你，真的每一年都來
真的希望。我真的好希望啊！我不晓得耶，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蛮适合红馆的呀，但是当然不是一定要，当然其实我觉得什么场地如果有适当的机会都还好好的，重要的是可以让更多的人跟他大家分享这样。可以挑战开多一场尝试吗？多一场就开多一场三五场。哇，尝试比较开多一点，会不会有？如果有机会挑战的话，好一个。像我这一次连续三场，我觉得哎，可以是 OK 的。其实香港的歌手我觉得非常厉害，因为都很习惯连续开好几场，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挑战连续三场，我觉得哎，如果让我休一天，我可以再唱个两场或三场，再休一天。再唱个两场或三场，再休一天，再唱两场或三场，再休一天。一个月再三打。OK 的，好像是一种这个，我觉得可以的。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但是可能，当然也要有这个，没关系，就期待以后啊，自己可能也要，也希望可能会不会。因为今天也有跟Terence 合唱这个广东歌嘛，所以过去其实我也很感谢华语港外，还那时候好几，我听过很多香港的歌手唱这个歌，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哇，很感谢这个，我出了一首广东歌，好像在香港是有知名度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哇，我自己也没有想过会这么好成绩，也期待之后咯，希望可以更多可能在香港的街上啊听到林宥嘉的歌声这样子。哪里会唱港歌？出广东歌的专辑可以吗？我觉得专辑有点太困难，但是多一首的话，这不是玛丽晚安啊吗？啊，不是吗？可是其实那一首歌啊，我觉得。今天邀请 Terence 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觉得他真的很好，因为过去他其实有问我说我有没有考虑会唱这首歌的广东版，因为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这首歌的广东版，可是我又没有机会唱，所以原来最好的机会就在今天，而且是跟他一起唱。那这首歌除了是一个情歌以外，它里面在讲的东西叫做分担，好吗？分担。分担，分担，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主题嚟噶，我觉得。那会录音吗？哇！可以，这个可以 promise 吗？哇！哦，我觉得如果要录这首歌的话，我觉得要呈现这个分担嘅主题，应该要两把声嘅。系咯。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是我一個人，我是覺得 好有壓力，但如果是兩個人的話呢，好像可以試一下。那你跟他講的剛剛在台上不是想一下越好嗎？是啊，為什麼他，因為他是一個很謙虛的人，然後所以他都觉得这首歌不管是广东版还是我原本的版本都是很林宥嘉的，其实不是的，是一起的。那阿珍呢？阿珍比昨天跟他合唱的阿珍，哇，你认识他？其实我不认识他，但是我认识他的工作人员。佢嘅工作人员同我讲，佢好中意我。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希望可以合唱。但系我觉得呢次唔系一个最好嘅 timing， 因为我
我原本的演唱会已经很长了，但是我知道他要你看，你们听不明白？听不明白。所以呢，我跟他的工作人员说呢，阿姐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不想跟他说我会给他麦，我会 给他唱，他会懒，是吧？他可能整场都一直在想练习，好紧张，好，没有办法 enjoy the show， 所以我就只是跟他们说，待到最后哦，一定要看到最后，很期待跟他拍照，跟要见面。然后我就看，哦，他还在 ，MM 唱阿娟。你有听过他唱歌？有。佢係佢唱歌係好好嘅。跟你一樣是 powerful。跟我一樣是 powerful， 哦，多謝你啊！佢真係有好 powerful 嘅，同埋我有看到他，比如說在這個舞台上面的感覺，是很，他很害羞，可是他在舞台上面的感覺，我覺得是很有怎麼講大將之風，我不知道怎麼說，大將之風嘅。但是、昨天怎么讲？昨日他很紧张，他我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唱完之后他是这样的，是啊，好得意，好得意，他一定很开心的。我觉得你觉得他唱成什么？你觉得他表演怎么样？这么紧张？其实呢，我不知道原来我的演唱会有另外一支麦克风，因为我本来以为我的演唱会只有我一支麦克风，所以我本来只是打算，因为过去这个我很感谢 Eason， 2019年的时候来香港有一场，导演没有告诉我 Eason 在台下，我不知道的，我是看到他的时候，我想说，所以然后因为我很喜欢 Eason，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要他跟我唱一句雪峰，可真的唱。一句雪峰、就没有麦克风的嘛，我觉得好开心，真的现在想到都觉得好多谢 Eason， 所以我本来想说阿娟我也让他做一样的事情就好了，但是没有想到我的工作人员拿了一支麦克风给他，对，所以但是这样也好，就可以听得很清楚他唱什么， 很好。那你觉得他唱得如何呢？很好吗？我觉得他因为他完全没有准备，而且你知道吗，在这个台下，你站在台下这个喇叭前面唱这个歌，其实那个声音是有 delay， 就是你唱出来他还没有出来，所以他可以唱成这样，我觉得他非常冷静，所以我是在想说，而且他我是叫他马上想嘛，说唱过的也可以，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唱，至少一定会有一首他一定 OK 的，可是他应该很紧张嘛，所以我，但他都没有忘歌词哦，很厉害。阿卓七月会开演唱会，你会唔会想嚟香港？邀请我啊！你可以邀请我，我会好愿意去做你嘅，吓。希望他演出顺利，希望其实我觉得最近啊，这可以啊，讲翻广东话，讲翻。其實我覺得而家香港有好多嘅新嘅歌手，弟弟妹妹，唔知點講，弟弟妹妹，因為我已經36歲啦，佢哋係弟弟妹妹嚟噶，都好優秀點樣？優秀，好優秀嘅啊！優秀，優秀，秀好優秀嘅，加油啊！那只是演唱会，爸爸妈妈有跟你一起过来吗？那下次如果在香港再开演唱会的时候，会不会跟太太跟小朋友一起来，然后就完成吃鸡蛋仔这个？系啊，其实好希望，因为其实这个其实系啊，鸡蛋仔系一个好。是不是很便宜
嘅便宜，怎麼講？平，唔係，總之唔係好貴嘅嘢，係咪？但係小朋友一定好中意，好開，佢哋如果有機蛋仔，一定好開心嘅。所以咧，其實真係好期待有機會嘅話咧，我哋太太同我哋小朋友都可以嚟香港，同埋大家都可以好似小朋友咁提到一個機蛋仔嘅時候，就覺得好開心。祝福你哋天天開心。他们其实有看昨天的报道的，好多谢你哋，因为嗰个媒体朋友，媒体朋友真系将写呢个演唱会真系写得好似好精彩，其实应该都系好精彩嘅，好多谢我哋团队，但系好多谢你哋。所以我的小朋友呢，他们昨天其实也是有看了网上的这个报道，然后他们就有看到我的这个表演。他们说为什么你揸住部手机同那些观众自拍，听得懂吗？听得懂。他们有看到我跟观众自拍，所以我就知道他们真的有看，我太太用给他们看的。如果之后你有什么想做，现在最想做什么？现在其实刚才这个有很，刚才有送了一个礼物，有个礼物，有好多信系咪？如果有时间嘅话，你可以饮杯酒，提嗰啲信。多谢你哋，祝福你哋天天开心。好，唔该晒，好，挑战成功，挑战成功，耶！好多广东话，好叻，多谢你哋，好啦，唔该晒大家。